子好，今天又是我们营业的一天，马上就压中节到了嘛，然后我们给郭子准备了一个小礼盒，让郭子看看你有什么东西。是什么呀？是要画画吗？对的，郭子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3D 画的初体验。这样，还行。哇，他学挺厉害的。报纸要不要先看一下教程？这样是踏着是吗？对。是什么呀？这没见过的。就是三 D 绘画笔，就是6岁以上儿童。郭子小的时候，一般最喜欢画什么呀？猪头，太阳。怎么画它才能是个圈呀？圆圈是怎么立起来？一定要有厚度吧？如果不够厚，它是怎么立起来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线条还是有点难看。已经很厉害了，比我们。我要说我没耐心这事儿是不是就完了？是跟小时候画那个填色是差不多的感觉。这比填色要慢多了，可以从这个图案看出来，我的耐心在渐渐的消失。它可以粘起来，把那个心我一会儿再拼一下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按钮有用吗？这个可以加速和减速，按一下它就加速。然后中间可以画那种线，然后把它连起来。但是我感觉中间好像还没等我画呢，它就边上就干了，它还能连起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心有点大了，心太大了，我早知道应该画个小一点的心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爱你的心渐渐变了心。就不能做大了，做大了它边上的干了，翘起来了，它没办法连在一起。你成功。真的吗？已经拿到了，哇！妈呀，胜利的时候，这个裤子。你们画的那个脉络是顺着它走的，因为有的人就是直角直角就没有美感，是顺着它走的。我其实每一边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心态渐渐。崩了，从有耐心一直到没有耐心，各种变花纹，但是出来还是蛮好看的。对呀，非常好看。哇，这一颗心送给你，要哭了。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像我们做人一样，也没有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做自己，最独一无二的。祝大家永葆童心，勇敢描绘自己的梦想，让梦想立起来。杨过子还有信息挑战哪吒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要掀桌子了！你再让我画，我就要掀桌子了。